16PM 5600白色数吗？在官网抢购的16 Pro Max 终于到货了，兄弟们，这一台抢购的是16 Pro Max 256G 的白色，然后它是官方发过的原封的牛皮纸包装，然后咱们现在把它打开，这样里面就是一台手机，然后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，这就是16 Pro Max 原封的包装。然后咱们现在是来到了远望批发市场，咱们现在把这一台机器拿到楼上，看一下楼上的档口回收多少钱。如果说是有溢价的话，咱们就直接卖给楼上，如果破发的话，这台机器我就直接给官网退回去。这估计是远望最忙的这几天啊，兄弟们，人真的非常多，大家都是过来卖机器的。大家可以看一下门口这边档口上面都是写的高价回收苹果16系列，然后还有 Mate XT。 来到远望之后，咱们直奔三楼啊，兄弟们，哪怕是你在下面回收，一般也是卖到楼上过来，因为楼上这里是做新机批发的，回收的价格一般也会更高一点。16PM 256白色收吗？那16PM 256白色现在收多少钱？1020250。我先转一下看一下了吧。太离谱了，兄弟们，我刚才问了起码有十几家，有加200的，有加150的，甚至加100的都有。所以说兄弟们，如果说是想要抢首发赚生活费的，一定要记得拿到手就要尽快出手，越早出手回收的价格就越高。